我是老许，是香港一家杂志社的社长。那本杂志叫做《内幕周刊》，是每逢星期天出版的哦。如果你问我，哎，老许啊，最近的销路好不好啊？没事吧？宣布做主，你赢了。师傅啊，给点钱看跌打损伤吧。厕所有跌打药酒，自个儿去擦去。啊。No！ 真是过分，像胖子那种人都合格了，人家有靠山呢。是要看新闻的吗？你知道电视不是唱歌的吗？哎，老板，这一部是最流行的卡拉 OK， 你知不知道？我知不知道？哎，你没玩过啊？啊，我没有玩过。哎，老兄啊，不知道你老人家喜欢唱卡拉 OK 啊？哎，薇姐啊，今天不织毛衣赶上唱歌了啊？不是啦，好玩啊。我不知道什么叫卡拉 OK 了。不过我知道卡拉 OK 呢，是一些像阁下这种完全都没有唱歌天才的人，一个晚上花1000多块钱租个像棺材那么大的房间，一堆人挤在一块，麦克风一拿出来就抢作一团，哪个厉害的呢，抢到了就像你这种人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一堆像我这种人的痛苦之上，那就叫做卡拉 OK， 是不是啊？我懂不懂？我玩过没有？我知不知道啊？如果你再把你们的快乐建立在像我这种人的痛苦之上的话呢，我就把你们空投到大陆去慢慢的唱。白痴，哼，摸鱼。
板。嗯。哎，什么事？你忘了我们约好10点钟要开会的。开什么会啊？哎，加薪会议呀。啊，好了，请他们都进来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哎哎，快点快点，哎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哎，你们想考虑加薪是不是？哎，是啊。哎，一边吃一边谈啊。哎，有大肠啊，来来吃吃。哎，别看着，哎，吃吃。哎，一人一块，来来来。哎，都有都有都有啊，来来，别光看着，吃吃啊，快吃啊。嘿，味道不错吧？嗯。啊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封面。封面。嗯。维姐啊。嗯。是什么封面呢？我们杂志的封面啊。啊，尹叔。啊。是哪一期的封面呢？哎哎，就这期的。啊，我们精心设计的杂志被摊贩用来包大肠了。哼。还有谁要谈加薪的？我只早就叫你拍一些穿帮镜头，你不听吗？人家杂志啊，不是拍咪咪就是拍屁屁，我们的杂志啊，如果要靠女人赚钱的话，你干脆去卖玻璃算了，愿不愿意啊？我有病啊。是哦，我也不肯呐、啊、你去不去啊？没有人愿意当龟公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没上班呢？何小姐啊，哎，我们正在开会啊，来，请坐请坐。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，好吧？啊，老许啊，你该知道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吧。当然啦，何小姐，我希望你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。我已经给了你太多的时间了。只要我在，可是你那个内幕周刊的销售量呢，实在是太差了。就算我肯的话，我的客户也不会答应的。我已经带了解约书来了，麻烦你在这签个字吧。何小姐，我现在有个惊人的计划。如果你真希望我给你点意见的话，那么我就照实说了。你内幕周刊报道的事情啊，就跟你本人一样，实在是老掉牙了。好了，请签个名吧。哎，何小姐，拜托你啊。你不买我的广告，了不起我不吃饭呢。可是你说我老掉牙，那就太夸张了。毕竟干我们这行的人呐、啊，可都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哦。啊，一事有三份，请你把另外两份签一下吧。最新流行歌曲，你还会唱歌啊？每天晚上唱卡拉 OK。嗯，唱首歌来听听。时光一时永不回。这首歌有20年了吧？哎，总是歌吧？难道说它不是歌吗？啊？是啊。还有更新的吗？哎，多的是。说个歌名来听听。好几千首哎。随便一首啊。嗯。只要是你会唱的，挑一首最新的歌名说出来。啊。要最新的歌啊？不是，我是要最新的歌名。哎呀，多的是。最新的歌名。光是歌名就行了。嗯，只要歌名就行了。那太容易了。最新的一首歌名。你知道有首歌叫做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妈》吗？嗯。唱了就来听听。哎，你说只要歌名呢？你刚刚说只要歌名呢？哎，你既然知道歌名，就唱两句来听听啊！啊，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。就会这么两句啊？接下来呢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
要怎么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哈哈哈！嘿，你知道我在等你的妈妈妈妈，是因为你的爸爸不在家家家家，所以我才会到你家里去玩耍。你知道我在等你的妈妈妈妈妈。老板，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快乐建筑在你的痛苦上啊。哪来的痛苦啊？只有快乐。哎，快乐。彪哥，没事吧？彪哥，彪哥，你可不可以收我为徒啊？教我两招神指功，行不行啊？想拜师得靠缘分哦。怎样才有缘分？培养了。怎么培养？你有没有1000块？有。林达，不是给我，你拿着。拿着。拿好。哦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哇。那这一招是李小龙生前苦练的绝招，全靠脚风击中目标，可惜他没练成就挂了，叫无影脚。到，看看那张钞票。喂，彪哥，可不可以再试一次？你还有没有1000块？哎，有。那，从现在开始到别地方混吧。这到哪混呢？李小龙那儿啊。李小龙。师傅。老板，睡落枕，借几百块吊脖子行不行？花钱找人家给你吊脖子？你过来。哎呀，做什么物理治疗吗？我这有现成的自动吊脖器，来啊，我先帮你把绳子套好。然后拉高啊，哪疼啊？啊，是不是这疼啊？好啊，来这样，1、2、3，高，低，高，好，我吊在这儿啊，你自己吊，这么一下子可以省好几百块呢。简直是人渣！我是人渣？像我这种人才，别家老板抢都抢不到的。你6000块一个月医药费的舍不得付，这种工作是鬼才做的，鬼都比你能干。像你这种人才啊，我只要打开门随便吆喝两声，6000块一个月还可以摸鱼的工作，有没有鬼愿意做啊？我相信马上很多鬼来报名了。哼，我没骗你吧？可以摸鱼的，我干了。谁啊？哎，6000块一个月还可以摸鱼，我干了。来应征的？是啊。我叫李彪，你叫我海彪就行了。我姓许，是社长啊。你好，里面坐着，先等一等啊。好，可以摸鱼喽？当然可以了。鬼上门了吧？哼，请坐，别客气啊。好，你以前干哪一行的？我以前开过计程车，当过推销员，最近在武馆当教练。对，你这有什么空缺？我这里需要的是周刊记者。哦，周刊记者，太容易了，动动笔找个明星来段桃色新闻，胡扯瞎掰，只要会哈拉，钱自然就到手了。周刊记者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好赚啊。那你想要多少钱一个月啊？最好是17000了，如果还能摸鱼就更棒了。可别摸着大白鲨喽。是。你想干嘛？我很想知道人掉下去要多久才着地。你想跳楼？啊不，我想扔个人下去。咦，是谁写的？老板，我外面来了四个凶神恶煞。他们说都是我们害的，把他们戏写的连一颗星都不值。他要我们负责耶。这戏谁写的？哼，我他妈真倒霉。这个助兴好友啊，那篇文章呢是我写的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你们电影艺术啊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，这个普通人呢是不太容易了解。所以你哪只手写的？伸出来啊！我两只手都会写，我就这么交叉着写的。我来搞电影。
各位，大家都在外面。你闪开！哎，老兄，不要拉拉手，我劈了你！哎，我们最好是讲点道理，好不好？我奶只手快伸出来！不行啊，我们先把道理讲完嘛。如果你文章，就这只，就这只的。啊，不不，我不光是用右手写，有时候也拿左手写。那就用这只吧。啊，不不不，我有时候拿嘴叼着写啊，就像这样，就这样，这样写啊，我。那篇东西我写，你们的戏不只是烂，还不是普通的烂。就是你说我们的戏连一颗星都不值，你想要几颗？起码四颗。哼，先给你一颗。啊？其他三颗在屁股上，自己拿吧。还嫌不够，那就脸上再来四颗。你带种。哎，慢走，拜拜。哎，你真行啊，好 case。哎，你叫海什么？海彪。哦，对了，海彪。哎，凭你的身手啊，最适合干记者了。哎，谢谢。不过我的文笔很烂。哎呀，干记者不是凭文笔，凭的是拳头啊。哎，对。哎，啊，对了，刚才你说你希望一个月的薪水是17000，是不是？17000，对。啊，好，那这样好了，我先付给你7000。哎，试用3个月期满之后呢，我们再研究其他的10000，好不好？3个月之后啊，万一你杂志社关门了，我怎么办？哎，开玩笑嘛，就凭我这办公室的气派，再加上我这总统的面相，怎么会3个月就关门呢？怎么不会？就冲你杂志的封面设计啊，如何学习 ABC， 我还教你哆来咪呢。马可是夫人，他算哪颗葱啊？孟特拉这黑鬼，他关我们屁事儿？迈克杰克森还差不多。哎呀，你没搞错，请天皇巨星梅芳芳拍照，居然跟狗在一块照，鬼才看呢。那你说，该跟谁拍啊？哎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他上个星期拍片碰到了鬼，要是能够拍一张他跟鬼的合照，那就有看头了。哎呀，这世界上哪有鬼嘛？哎，有没有鬼，这是我们说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有道理。老板，银行的讨债鬼又来了。啊，糗大了，交给你了。哎，许先生。哎，梁先生，哎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老许啊，你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好几个月都没付了。哎，再不付的话，银行啊就可以拍卖喽。哎，是是，这个我知道。梁先生，拜托你再宽限几。谢谢啊。哦，梁先生，这是我得力助手海彪啊。哎，这是梁先生。哎，来，哎，你也吃一半啊。你比较累，你吃了。你吃一半嘛。我不吃了，你还要工作呢。来，吃一半。谢了。好吃。怎么就是这么点儿啊？我们这个职员呢吃便当，高级干部呢省一点就吃面包，要不然的话哪有钱还给你们呢？是不是？来，吃一点吧。哎，别客气。老许啊，我也很想帮你忙啊，可是我只是个小职员，上头还有好几个老板呢，就算想帮也帮不上，是不是啊？梁先生啊，我现在呢是两袖清风，简直到了山穷水尽了。说实话，连给金鱼买饲料的钱都没有了。你看看吧，总共呢就剩下这2颗了。好吧，你们兄弟两个将就一点啊，一人一颗啊。哦，等下个月呢我稍微好转的时候，我就。哎呦，你这哥哥怎么当的？有没有当哥哥的样子啊？连弟弟那颗你也要抢着吃啊？你诚心的，你太过分了你啊！哎呀，你看看什么鱼嘛，明明知道经济不景气了，还故意给我难看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也敢瞄我啊？你瞄我就打打打打，我打烂他给你看。金鱼不懂事啊，你就别打他了。打打打打打打打。啊，我希望呢，你再给我1个月或者1个星期的时间都可以。啊，哎呦，你好乖啊！我知道你肚子饿了，小可怜，好可怜呢。来来来来来，乖乖乖，亲一个，都怪你臭哥哥，待会儿我再打他啊。哎，啊，好乖啊啊！你只要再给我一个时间呢，我保证不要再瞄我了，全给你们了。如果环境好，就怕你不吃。可是现在不一样，已经没有了，连面包都要给你吃啊，就不能可怜可怜我，让我吃口面包吗？哎，真可怜啊，老板。大家都饿呆了，干脆把鱼清蒸了吧。清蒸啊。
好，争就争吧，总比我们饿死的好。不好吧？这太残忍了嘛！总比我们饿死的好吧？不行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求你不可以的啦！你交给我吧。老许，不可以这样嘛！不打不残忍了，简直缺德透了！我戳死你！我戳死你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戳死你！我就给你一个月好了，鱼我帮你养了。杨先生，谢谢啊，太感激你了，你真是很有同情心呢。老许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外面都在谈梅芳芳遇鬼的事情，你到了现在还登他带着狗散步的情形，嘿嘿，给鬼看啊！哎呀，说起来还真巧哎，就因为这是热门消息啊，我们今天要去访问梅芳芳。哎，我听说啊，那鬼还挺照顾他，我准备今天晚上连鬼一起拍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买我们下一集看就知道了。对，这就对了，老许啊，杨先生，慢走啊，好，慢走，还有空常来坐啊。好好好。你看我们两个谁像鬼啊？这些皮草要用防水胶布包好才能下船啊。还有啊。那些电视机下个星期以前要运到蛇口，少一包钱不能交货。知道了，郑哥啊，那边拍戏的又来了，胆子不小啊。郑哥，他们这样搞下去，早晚会把条子引来的，还真带走啊。上次装鬼吓他们，到现在还敢来啊。阿龙，这次轮到你出马，给他们点教训。是。啊，我这样够可怕了吧？芳姐，你遇鬼的事情说给我们听听吧。哎呦，差点吓死我了！我跟你说啊，上个礼拜呀，我在这拍戏，拍着拍着，我就看见那个草丛里面有个东西。哎呦，他的头发好长啊，穿了一件白色的袍子，而且他没有脚。没有脚啊？是啊，那个东西在那飘来飘去，我魂都快没有了。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啊，这里的村人跟我说啊，以前这个村子里啊有一个女的，她通奸呢，就被村人呢给推到池塘里面去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个村子里面就闹鬼了，吓死我了！你不要问了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个鬼又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在哪里呀？在。哎，那是白色的烟囱。没事，来，继续再来啊！再来。Yeah!
照片很好玩，乱扔点的啊！我真的碰到女鬼了，她是个荡妇啊，被人家丢到河里头去，每天晚上都要回来游泳哎！你看见了没有啊？今天晚上每个人都看到鬼，除了我们两个。她还要回来要我陪她游泳呢，你真的看到了没有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哎，老板问你有没有看见鬼？哎，说。哎，糗大了，底片全泡汤了，这怎么办？ 还真有一趟，我拼命的追，然后他掉到大沙洞去了。喂，内幕周刊，老板，我儿子，我，OK，哎，老板说什么？老板病了，今天不来上班了。是被吓病的吧？可能是吧，下了班一块去看他了。哦，我才不要呢，他老婆 死爱赌的，每一次到他家一定会托你上桌的，我才不要了。哎，千万不能跟他们打，哎，他们夫妻两口子专门会抬轿子。嗯，说的对哦，他老婆啊，出了名的牌精呢，会做牌啊，不能跟他打。哎，就是啊，去年把给我们的红包连本带利要回去了。你们还说呢，我连买新的钱啊都被他骗光了，好狠呐！有这么厉害啊？嗯嗯，好，让我去宰他。 明天大家来顿乳猪大餐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我另外一个外号？什么？猫王啊？哼，叫赌神。来，随便坐。哎哎哎！哇，这么多沙包跟哑铃啊！你每天练功夫啊？是啊。 哦，对了，上次你表演画心形脚法怎么练的？是唬人的。喏，假指甲，偶尔靠它混口饭吃是可以的。哎，对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真的在练一种很厉害的功夫。喏，你到那边去站着。来，拿高一点。不要动啊。这招叫做无影脚。等一下，我的脚不会碰到这个瓶子。 而是用脚的一股力量把它扫倒，这招是李小龙生前苦练的，可惜他没练成就挂了。拿好啊！哦，打！嘿，哈，走！嗯。
他仿佛站得很好哎，练了三年还这么烂，不过早晚会成功的，到时候我就威震武林。不过功夫呢不能够当饭吃，我以前干过推销员，开过计程车，也没赚到钱。如果想发财呢，得靠这个。戴戴看。怎么样，帅吧？隐形墨水加荧光眼镜，这是从赌神那儿学来的。先送这副牌给老板，再来个四圈，明天我们就有乳猪大餐吃了。发财嘞！那当然。不行啊！我妹妹近视，那突然间戴眼镜，她会怀疑。哎呀，安了，我有两副隐形眼镜。看好啊！红中。发财啊，搞定吧。眼睛绿的哦，荧光镜片在黑暗里当然是绿的，灯一开就看不出来了。哎呦，老太婆，你想烫死我啊你？用火烘下脚底板是驱邪的吗？哎呦还是有点烧啊。求菩萨保佑大吉大利。怎么样，老板，没事了吧？有点感冒，没事了。底片真的泡汤了，全报销了，连相机也废了。相机也废了？哎，惊人的画面没拍到，咱们公司啊，想不垮都难喽。快帮忙想想办法吧。坐。他们来看我呢。苍蝇啊，嫂子，专程跑过来。这是我们新同事海彪。徐太太你好。你好。听说您喜欢打牌，特别送你一副新麻将。哎呦，新麻将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新牌耶！来，开张，打个四圈吧。哎呀，太太，我在感冒，哪有精神打牌嘛？有点问题，好了没有啊？行了。想熬点田鸡粥，他们好当点心啊。九条。行，虫子。我才不信这邪呢。非得试试看，打碰，三副下药包喽。这怎么会那么巧啊？9万。你不是不信邪吗？再打筒子。那是要包的，我才不打嘞。3万。6条。清一色还在全球人啊，杠上开花，来一脚。7万。8饼不要吧？我也不相信你要2饼。小心一点，清一色快带全球人呢。4条。该你了，要是大牌的话就拼一下了。拼就拼嘛，6桶不要了。我再冲一张，4饼要不要？真不怕死啊。该你了，怕什么？怕死就没将军做，什么筒子都敢打，把我当碧池啊！再打筒子，你打，看你还有多少筒子。9饼。啊，2468桶全打光了，你就不信我掉9桶啊？你不信是不是？我就胡9桶。好呀，你信不信呢？你信不信呢？对不起，老板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蓝胡啊。
透一色。对对胡，一百的两百，来付钱吧。啊，你会不会打牌啊你？你会不会打牌啊你？莫名其妙。我是不太会打牌。一百两百，妈呀！四六八桶都已经给你打光了，还敢打酒桶啊你？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？我这倒了霉了，碰个大白球，我见鬼了我！哎呀，一定是插头又烧了，几十个插头插在一起，早晚会出事的了。哎呀，你走开吧，总开关在哪你都不知道，还是我来好了。哦，你知道，除了会打牌之外，你还知道什么你？哎，哪一次不是我修好的？早晚把房子给烧了，你才开心是不是？我。眼睛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四只眼睛都冒着青光，哎，难道说是鬼附身了？啊，会不会是昨天晚上那个鬼附在他们身上啊？不会吧？来，哎，强起勇气，继续装鬼吧。水好冷啊！继续打牌，继续打牌，快过来，过去，过去，快过来，相公，来来来来来，坐下，坐下，我要打五百的，还要现金，打现金呢，要现金，快拿出来打，我可没有现金呢，来，给你一点。你快要自摸一条了，如果自摸会七孔流血，家破人亡，夫人。不是一条，我也没倒牌。没有壶就继续打牌。快付钱，付钱了之，我才消灾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过瘾！老板早，早，老板早，老板早，早，早啊，老板。哎，跨过火盆才能进来。喂，哦，梁先生，哎，你好啊，金鱼乖不乖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了，梁先生，这样好了，你再给我两个礼拜的时间，只要两个礼拜的时间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我看看啊，十四号好不好？十四号我把支票放在这里，如果你来没有拿到的话，就把房子收回去好了，只要两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一定付。谢谢你了，梁先生，再见啊。我早晚会练成的。过来呀，你还踢什么踢呀？啊，怎么样，老板？好了，你们都听见了。如果两个礼拜之内再不付钱的话呢，银行就要把房子收回去，而何小姐的广告已经抽回去了，也就是说全得靠我们自己了，辛辛苦苦拍的照片也都泡汤了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两个礼拜之内我们再弄不到新鲜的点子出来吸引读者的话呢，我们公司铁定关门呢，你们两个就可以安心的摸鱼，慢慢在那踢踢踢踢踢踢吧。踢。老板，这两天最轰动的新闻就是纯情少女珊珊跟珠宝大王的儿子订婚了。这已经不是新闻了，不过没有人知道他的咪咪要开刀。
她每天都来海伦娜美容院，说是去做脸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拍到她隆乳的照片，那不就薛海了？是啊，现在女孩子很流行隆乳，你别急啊，等一下啊。别呢，上厕所了吧？你干什么？你猜。就是这个，我做给你看，把吸盘放在这，然后灌气进去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闹了，恶心死了。哎，我们马上去海伦娜美容院，如果她真去隆乳的话呢，标题就写纯情玉女靠隆乳换取长期饭票。一定可以卖100块，绝爆了！哎呀呀！哎，叫你不要玩那个东西了，快拔掉，拔掉！紫苍蝇，是不是到我抽屉拿东西？拿什么？要你管！有没有拿嘛？谁拿你东西啊？好了，还给人家了。嗯。啊！要死！啊！啊！哎，好了，哎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跟你们一起呢，到那家海伦娜美容院去盯住那个珊珊。她只要一出现呢，我就假装进去整容。你呢，就死命的拍她咪咪的照片。如果说你能拍到她正在做咪咪的照片的话呢，下礼拜我们的封面，纯情玉女婚前大装修，多迷人呐！做完脸就call我，我会叫司机过来接你。哎，不要再去看你老妈了，那个老不死的，她得的是老人病，活不了多久了。还有啊，今天晚上的宴会我是主人，你可千万不要迟到，要不然的话我就不要混了。知道了，拜拜。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看庞医生，有没有预约呢？没有。哦，医生很忙的，要前3个月预约才行哎。哦，这我的老板最近因为政治问题需要马上整容，麻烦你跟庞医生说一下。哦，那麻烦你等一下啊，庞医生，情况特殊哎。对不起先生啊，医生说任何情况都要前3个月预约才行。哦，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？啊？哦，喂，医生说这种情况可以马上进去了，好极了。医生啊，我的眼睛只做了一只，另外一只怎么办呢？休息一下啊，稍等一下嘛。哎，请进啊，请。首先啊，恭喜你们找对了人，谢谢。因为我是最佳的人选。庞医生，厕所在哪？出门右转。你想怎么做？我想再帅一点。有事啊？哎，没事，我老板开了家电影公司，我正在找女主角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试试看。不行，我脸太大了。我们的女主角就是要脸大，你可以先试试镜啊。你看这荧光幕，在这么多的帅哥当中，你先选你要的眼镜。猫王，他的眼睛最性感了。劳布瑞福，他的眼睛够诚恳。哎，史特龙，好有眼光。我们现在来挑鼻子，克林伊斯威特。成龙，哎呀，成龙，我好喜欢他哦。你喜欢大鼻子？我加给他的海报哎。哦，我们现在选嘴巴，詹姆斯庞德，华伦比提，汤姆库斯。哎，这个好，好，嘿。现在选下巴啊！我们现在选发型了。发型，看啊，李小龙，超人，哎，这个好，跟我很像哎。哎，好啊，哎，这个发型特别适合你的脸型。慢动作啊，像这样，哎，慢，是不是这样？慢，哎，对，很美很美，哎，不过你不能笑，要哀怨一点，要哀怨点啊，才像。
我现在用最快速的化妆法做个样板给你看。嗯，对了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哎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哎，你快试试看，跟他挥左手。对不起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就是这样子，没错，我们待会再做。你现在集全世界美男子的五官于一身，保证没有人认得出来。你自己看看。陈龙的鼻子。哦。Mike Jackson 的下巴。超人的发型啊，更适合你呀、啊。我是不是帅翻了？简直无懈可击！我想到外面试试别人的反应。可以啊。医生啊，好像有点反应不良哎。会吗？医生啊，虽然我在跑路嘛，不过好歹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你能不能再帮我改装成一种那种比较具有这个权威性的那种脸孔啊？没问题，我们重新再选。你先挑一双具有权威性的眼睛。雷根。邓小平。我们选额头，华勒沙。戈巴契夫，哎，这个好，有个疤。鼻子，李登辉怎么样？要他。日皇，加上那个胡子。选下巴，教皇。毛泽东。我们还是先做个样板啊。你现在看看够不够权威啊？毛主席的下巴是一流的。毛主席，中国人民站起来喽！鼻子太像李总统了，像李总啊！台下两岸的统一是无可避免的。邓小平那双眼睛最传神了。不管是黑猫白猫，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啊！好，满载，满载。跟他一起来的那个人到处拍照，而且呀，这样钞票全都是假的。医生啊，我重新考虑了一下，既然跑路嘛，是不是改装成女人比较方便一点？方便。你先躺下来啊。不用重新选了吗？不用啊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要乱摸啊！消停。喂，你们这哪叫整容啊？开什么玩笑？你们以为在杀猪啊？放手，放手，太过分了。过来，功夫狂。你可以回去慢慢练你的功夫了。眼看着我们就快要关门了。他真的是做脸，不是做咪咪啊！也就是说，下期的周刊没有封面，再不出奇招，大家都没饭吃了。我早说过，人家是纯情玉女，不会有丑闻的。不可能每个女明星都有大胸脯的。哦，对了，快把那个鸡婆找进来。干嘛？哎呀，要想挖一个女人的丑闻呢、必须要问另外一个女人才行啊！快去把她找来啊！啊，薇姐，
现在所有的人都说这个珊珊呢，她是十全十美的，纯情的跟圣女贞德一样。你有什么意见呢？哎呦，不见得，他呀每个礼拜都到教堂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上教堂不就是纯情吗？对呀，我看报纸说啊，他每个礼拜都要去教堂办告解才安心呢。告解有什么不对？哎呀，办告解就是把你犯过的罪跟你做那些昧良心的事情告诉神父啊，他没做错事干嘛去办告解？对对对，哎，你真有知识啊，维姐。就是嘛。哎，不不不，这个死胖子说够了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回去织你的毛衣吧啊。哎，现在都了了，他上教堂告解不就有丑闻出现了吗？哎，如果能够偷听到他的告解，那又血海了。哎，各位请看这个封面，纯情女星婚前自曝丑闻，铁定销售第一名啊。海彪，我们进军教堂偷听告解。神父，什么事啊？我弟弟在门口晕倒了，可能心脏病发作，我怕时间不多了，能不能帮他做最后的祈祷啊？你叫救护车了没有？已经叫了，快去吧。好。就是他。求神父降福，准我罪人告解。Namely patis, filii expiatis。神父，有件事情我想问你。说。我快要跟一个男人结婚了，但是我不能肯定你到底爱不爱他，这样是不是有罪呢？那就是说他不是你的理想对象，对吧？你理想的对象是什么形象呢？是不是一定要很有钱？当然不是了。那是不是要英俊潇洒？如果有一个人180公分左右，身手不凡，这样的适不适合你？神父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？哎，没有，我试试你罢了。你是不是另外有爱人了？没有。没有？你在天主面前要坦白一点。真的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一定对他虚情假意了。他在我身上花了很多钱。他买过什么给你？房子、钻石、车子？从小我就没有了爸爸，我妈妈有肾脏病，需要洗肾，而我弟弟是个低能儿。哦，原来你弟弟是个白痴。我一个人真的没有能力去照顾他们。认识了 Robert 之后，他拿钱给我妈妈去看医生，又送我弟弟到美国去接受智能教育。我欠他太多了，我只好嫁给他。你妈中年躺在床上真是可怜。哎，要不要我帮忙啊？啊，没事了。好。你这么坦白，天主一定会宽恕你的。一个人最重要就是坦白，凡事都会迎刃而解。小姐，我们教堂临时有点事情，你就先回去吧。可是我还没有告解完呢。回去念3遍天主经，10遍圣母经就行了。你还有什么罪？干脆趁结婚前全部忏悔吧，天主一定会降福给你的。我不会结婚的。你怎么声音变了？是不是喉咙痛？不是，叫你气得我心疼。哎，求神父降福，准我罪人告解。哎，我可以降福给你啊，不过那边那个人他不会原谅你的。啊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躲里面没用的，快出来！出来，让我来。哇，这么大个场面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个王八蛋不会把人家给强奸了吧？出来，出来吧。把他带走。哎，有话好说嘛。从警察局保一个人要花多少钱呢？最少5000。银行几点钟关门呢？还有1分钟。啊，那赶快去调钱去啊。哦。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一个事实，原来这个珊珊要嫁给那个 Robert 不是真的喜欢他，而是为了治他妈妈跟那个白痴弟弟。你在爽什么你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是一条新闻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凡是女明星要嫁给有钱人，一定是为了他的钱呐。
这算什么新闻呢？没知识。来，除非一种状况，他现在没有爱人，如果我们能给他制造一个爱人的话，那就热闹了。哎呀，纯情玉女，婚前偷会情夫，哇，有看头啊！不是太缺德，怎么对得起良心嘛？嗯，那你以后不用吃饭了，嗯啊，就吃良心就行了。良心，那到哪里去找情夫啊？以前那鬼从哪找来的？那你的意思说我来扮情夫啊？哎呀，你扮情夫啊，照照镜子吧，就凭你这德行。可是我很温柔啊。算我倒霉吧，长得英俊就得吃亏点儿，更何况我又身手不凡。冯父皇啊，哎，过来。怎么样？哎，这件事情啊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从明天开始呢，你想办法接近他，好让我们有机会呢拍一些你跟他的亲密照片，登在封面上，那我们的杂志就有救了。哼，勉为其难。谢了啊。慢走，慢走啊。张小姐，你真有同情心啊。经常来看我们小朋友，还这么支持我们的孤儿院啊！谢谢。我希望小朋友都能够开开心心的。那将来你结了婚，可以多生几个孩子啊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橘子再见。来，过来。哎呀，拜托帮帮忙，我找我的眼睛啊！在这儿。拿。谢谢你啊，小姐。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的司机他没有看到你。快别这么说，是我们瞎子没用，没看到你。哎，你的脚怎么了？我的脚扭到了。你住哪里啊？我住甜心村。那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用了。哎，先生，你的东西。谢谢。哎，小心点啊。你是帮人算命的？是啊，我还会帮人摸骨。帮我摸摸看。把你的手给我。你刚刚订过婚是不是？哇，你真的好准呐！其实我只是摸到你的订婚戒指而已。很多算命的都是这样子骗人的。我不一样，把额头给我。你早年丧父，母亲呢常年卧病，你还有一个弟弟，不过他有点心智的问题。是啊。你快要结婚了，现在内心很矛盾，犹豫不决，对不对？是啊。不过将来。将来怎么样？将来。怎么样？将来。哎，我到家了。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个牛杂摊呢？我每次一回到家，就会闻到牛杂的味道，好香啊！我扶你。谢谢。彪哥啊。你还没有告诉我我的将来会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空吧？到我家坐坐，继续聊。好啊，小黄，你在那边等我一下。好。随便坐啊。爸爸，不是爸爸，是张小姐。对不起，我哥哥是个白痴。你好，还不快叫张小姐？妈妈，不是妈妈，妈妈在那边。自从我爸爸去世以后，我妈就一直瘫在那儿，已经30几年了。你妈怎么都不说话？她嗓子哭哑了。没有想到还有人比我更惨。张小姐，随便坐。好。招呼不周。其实你跟我一样，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一切。干什么？你老是捉弄我。你妈妈的肚子怎么会一直咔嚓咔嚓的？她肚子饿了。现在几点了？2点。该吃奶了。
妈，吃奶了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干嘛打我？我要吃稀饭。哎啊，张小姐，麻烦您到厨房拿碗稀饭给他，好吧？乖乖，我去帮你拿稀饭啊。哎，你刚刚那些照片不够亲热，再接再厉。嗯嗯。小心点呢，别烫了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自己拿的吧。哎，稀饭，慢慢吃啊。嗯。我来帮你，伯母，慢慢喝。你哥哥的腿为什么一抬一抬的？他是想嘘嘘，就像狗一样，每次想嘘嘘，腿就一抬一抬的。快点去嘘吧，到厕所啊。我要尿嘘嘘。要先亲一个，亲一个啦，亲一个。哎，好，快点去了。你要嘘嘘，你要先亲她一个，先亲一个。这怎么可以？人家是女孩子。不行不行，那我就嘘嘘在电视机上。喂，我要嘘嘘在电视机上了。不可以，到厕所去了。不行，那我嘘嘘到大街上。不行啊，下来到厕所去。我要嘘嘘在大街上。到厕所去嘘了。下来。不，快点下来。那你就亲他一口嘛。你要亲亲他。你如果不亲他，我就嘘在冰箱上。到厕所去。我要嘘嘘。我要下来。冰箱上，你快亲他一口嘛。到厕所去嘘。快下来。那我要嘘嘘给妈妈喝。好，我亲。快下来。亲。亲久一点哦。快点亲亲亲亲亲亲。来，我扶你起来。妈妈。妈，没事吧？妈妈。来，快过来坐。妈妈。怎么样，伯母，你没事吧？我真的要嘘嘘。真是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哎，这里怎么会有个沙包呢？我妈用来做物理治疗的。哦，还有哑铃啊。我妈有关节炎，有时候用来活动筋骨。你们家谁打麻将啊？我。你？不是，我哥哥。你哥哥？不，我哥哥死去的那个老爸，他是个魔术师。有一副魔术麻将。哦，哎，我另外还有一副，很好玩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好啊。来，有没有看到一副眼镜？有啊。戴上啊。哦。很好玩的，我从赌神那学的。这什么？红中。嗯。这个呢？西。让我自己玩一下吧。好，白板，哇，你懂，真的不一样啊！我再看一张啊，一万，哇，真好玩呢，我也想玩，好，给我看看，戴上，给你玩啊。从赌神学来的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三万，发财，十三幺啊，1024，你们两个还真聪明啊！酒桶，哎呀，拦我的壶，头头对对啊，很好玩啊，好玩吗？我要打屁屁。打谁的屁屁？打你的屁屁了！打屁屁，打屁屁，打屁屁！拍死啊！打屁屁，打一下就好了啊！打屁屁，我会轻轻打了啊！不能太重，阿翔，我会很轻的啦！阿翔，呀！哎呦，我！哎呀！
打麻将，让我打麻将，打麻将，赌神是不是？哪一只手打的麻将啊？是不是这只手啊？切，把你妈妈弄伤了，别提了。打麻将，打麻将，我要玩，我要玩。你想玩什么？你说。我想玩。你想玩什么？我陪你玩。我要玩。我要滑溜冰，我现在就要滑溜冰了。哥哥，你还不快谢谢张小姐？谢谢妈妈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谢谢妈妈，谢谢。我妈今天玩得这么开心，真要多谢你。我也很开心啊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帮我送一份礼物给你妈妈。拿，拿好啊。你拿了这个手表，找一家认识的表店。就算是八折回收，也可以值个十几万呢。就给帮你妈妈找个专科医生治病，还可以送你哥哥到启智学校去了。好是好，不过，小姐，李先生发脾气了，他要你听电话。别出去借我的旗嘛！哎呀，搞错了，搞错了嘛！等我嘛！表哥，你还没有告诉我将来会怎么样啊？摸骨只能摸出你的过去，你的将来要靠自己创造。放横的好还是直的好呢？今天晚上他订婚，明天呢我们就出版啊。这个标题怎么样？正不正？玉女婚前偷会情夫，卖得到100万本吧？来来来，你帮我扶着，我打电话给印刷部啊。喂，接印刷部。刘先生，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收到这么名贵的礼物。其实他人蛮好的，也很讲义气。如果照片一登出来，他一定会死得很难看。那你想怎么做啊？你想怎么样啊？那，底片呢？这样我们死得很难看。哎呀，认了吧，了不起，我跟你一块做赌棍，快走啊，快走啊，走了吧，印刷部今天晚上等我们到天亮啊。我看这个照片就摆在这，这照片呢？海彪拿去给珊珊了。干嘛要给珊珊呢？其实珊珊这个人真的很好，又有同情心，如果把照片登出去的话，就会把它给毁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子不好嘛。你要不要吃饭了？没有照片，我们杂志社铁定关门。谢谢。
哎，这么晚才来啊？哎 ，Robert， 啊，是不是 ？Robert， 已经轮到你唱了，唱就唱了，谁怕谁呀？别动！过来！你干什么？哎，大汉，啊，把衣服都脱下来。是。快点，快点。就好。怎么主人反而躲在一边了？我累了吗？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是，送给你的。我不是瞎子，以前是骗你的。其实我是个周刊社的记者。这张照片，我们本来准备登在封面上的。哦，不过现在我决定不登了。底片在里面，你把它拿去烧了。你为什么自己不烧呢？我希望对你有个交代，有始有终比较好。哎，你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。祝你永远快乐，早生贵子。拜拜。在哪儿？在那边。这两个客人都饿了，哎，都已经弄好了，弄好了，那就快一点啊！是是是是。来来来来，别客气啊！别动，趴下！谁叫你说谁？各位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是来求财的，不是求气。各位请起立，不过要举手。你还跑？给我拿来！起来！哎，未来的新娘请上台，各位站在一边。过去，过去，快点！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哎，不晚，反正自助餐才刚开始嘛啊！来，过去排队，快点！大家注意。每个人拿个盘子，把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放在盘子里面，然后把现金放这里，支票放这里，首饰放在这里，项链放在这里，戒指放在这里，其他像金笔还有打火机都放在杂物箱里面。大家听好，如果被我逮到有谁敢藏一些金银珠宝不拿出来的话，开始！快点！做周刊社的抢劫，这种机会不多，多拍几张照片啊！图文并茂，给他对象，我们血海了！我吓得发软了，哎！只有你有照相机啊！快点，快拍！我不行啊，我动不了了，哎！我顶着你，快点，下一个，快点拍呀！你，快点！拍进去，不拖拉的，来，后面位，快点啊！快摆进去，后面俩，快点！来，不拖拉的，搞什么东西？快点！好了，别哭了，我给你买新的吧。喂，哪位啊？盛哥，我是 Stella。Stella。啊，有没有空出来喝酒啊？不行。你在干什么嘛？我在抢劫啊，抢完我再扣你啊。喂，快点！喂，谁打假的？你怎么可以带假的呢？这么大场面还带假的？打肿脸充胖子，就是。把它吃吃香。吃就吃嘛，连壳一起吃。
大少爷，哎，没什么，现在轮到你了啊！你在楼下不是有家珠宝店吗？啊，阿荣，是老大，帮我到楼下的珠宝店把所有东西都给我拿上来。十分钟之内你要不回来的话呢，我先要你老婆。干什么？要这样子吗？你不会为了1000多万不要你老婆？哎，老大，你不要太残忍嘛！我楼底下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说真的，没有骗你的。好了，阿荣，我等你电话。老板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儿子！别乱动！儿子啊，钱财身外之物，你敢看吗？快起来！嗯，好。怎么了？干嘛都垮个脸呢？啊？还有十分钟他们就回来了，我们呢也可以散会了。现在啊，大家轻松一下。我呢，来唱首歌给大家听。哎，坏女孩，我最喜欢的歌。现在呢，我来唱给大家听，大家要轻松一点啊。多拍几张，拍着你。Why tell me why？ 今夜的夜色真迷人，美丽的月光令人着迷。停，你们两个。上来哦，他在叫你，穿回西装的。啊，我对叫你，还有矮子。嗯嗯，大哥，告诉我，大哥，你们两个唧唧歪歪干什么？哦，没有，他刚刚脚抽筋，我扶了他一把。抽筋了，是啊，闲着无聊，顺哥，这家伙。我很面熟哎，大哥，我不记得见过你啊。嗯，哦，啊，我们上一次在树林里面见过面，对不对？啊，快装个鬼样子给我们大哥看看。啊，鬼是什么样子啊？快点！嗯，啊啊啊，自然一点。嗯，哦，哇，哎呀，大哥饶命，大哥饶命。哎，就是这副德行啊。那天晚上在坟墓里面装神弄鬼的人就是他。啊，不，哎，那是我们社里同仁自强活动郊游烤肉。我记者社长啊。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啊，照相机呀。 我一不小心带来的，想要给我拍张照，你要做封面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只是拍一些这个沙龙照而已了。这些照片呢我留作纪念了，谢了啊。来，帮个忙，娱乐大家一下，唱首歌啊。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这里有歌词，看着唱就可以了啊。可是我不会唱啊。一定会的，再说不会就请你吃子弹。会不会唱了啊？来，大家一起唱啊！来，嗯，阿荣，怎么样？大哥，我们已经在珠宝店了，现在在开保险箱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现在开始唱了啊！我看看谁先开始唱啊？你先唱好啊，唱第一句啊。Why tell me why？ 叶森，谁在笑？你上来。来了。快点。你在笑我是不是？破，唱得这么烂，自己先吃个子弹。你还真带种啊。你的意思是说你歌唱得很棒了？这还用说，谁不知道我是出了名的卡拉 OK 王子。哈，卡拉 OK 王子，那好啊，你跟他们一块唱。可以，麻烦你先打开。唱歌是用嘴唱，干嘛用手啊？哦，那就这么唱好了。拿着。麻烦两位大哥帮我当个和音的。我不会唱。准备。Why tell me why？ 夜晚的金色迷人，美丽的夜光下会令人发狂。快解开呀！我唱，我说我不会唱，你们偏不信。
弯弯的梦啊，夜晚的景色迷人，美丽的月光下会令人发狂。歪歪的臂弯的实在好难看。你在搞什么鬼啊？我说我不会唱，你偏要我唱。歪歪跳皮歪，夜晚的景色迷人。大爷，走开呀、啊、你！你个不要！别动！哎，快咬人的！他会咬人的！你们把枪放下！啊，你们把枪放下！要知道，瞎子连壳吞非常难过，何况现在整个龙虾的钳子钳在你大哥的脖子上，你们想想看，那有多可怕！马上你们大哥就要血流满面了！快把枪放下！还不放下！断了！哎，简直开玩笑嘛！什么时候听说这个龙虾夹子会夹死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意思呢，是要请你们大哥吃龙虾沙西米啊！下次请人家吃龙虾的时候，要放对地方啊！来来，请吃吧，吃啊！吃！哎呦我的！哎呦我的！快！刘小心打烂他的头啊！想要夹死我？大哥，小心你那根枪啊！小心一点呐、啊！去死！哎呀！蹲下，蹲好，快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蹲好。怎么样？那个小子按了警铃了。东西拿出来没有？还没有。先把那小子给我做了。不行啊，他已经跳头了，我也要闪了，你们快跳吧。算你倒霉，你老公要钱不要你。快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快闪！把我放在眼里，把他老婆给我做了。哎，是长官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怎么样？你脚没事吧？这照片不能登、啊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，哎，他跟你无冤无仇，你随便拍张照片说人家有男朋友，你这种做法太缺德了。海彪啊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设计很久了，如果不登的话，杂志上非关门不可。好多人靠我们吃饭，你懂吗？拜托，我们也要吃饭。上车了、哎，麻烦等一下。你怎么对得起良心哦？啊，怎么突然讲起良心来了啊？你哪有那么多心呢？啊，你花痴是不是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也不能拖着一海票同事跟你陪葬啊！我还要吃饭。你搞清楚啊！别管我喜不喜欢，你不能为了自己的肚子就不择手段。你不如当龟公。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我的意思？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怎么讲不通了你？你是千年龟公，你怎么搞的吧你？你看我像龟公吗？你不但像，还会下蛋呢。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！
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吗？那些歹徒他不可能随便乱杀人的，他唬我，我也可以唬他呀。珠宝值几千万呢，怎么可以随便乱给他呢？将来这些钱你也有份啊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拼不拼啊？啊，哎，珊珊，如果我没有钱，你会嫁给我吗？啊，哎，珊珊，珊珊，就要走吗？珊珊，你回来啊！让他进去吧，珊珊，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女人呐？哎哎哎，珊珊，下来呀，下来呀，找什么找啊？我一接到 BB 扣就赶来了，哟，这么大场面呢、啊？苍蝇跟海彪他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海彪脚受了点伤。那照片呢？照片全部都在这里啊。是，那就快点送到印刷部吧。他们还等着要呢，要不？都看呢，快快快！谁呀、啊？千年归公啊！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不想登他照片，不是因为你非常有良心，而是因为你根本喜欢上他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不，有礼物送给你啊。够意思吧？连底片都给你了，不登就不登了吧。哎，你脚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进来坐吧。你杂志社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呢？没生意吗？就只好关门了。大不了啊，我回去当老师就是了嘛。反正呢，也已经教了十几年的书了。那我干什么呢？你能干的事儿多了。比方说，发财啊，你可以当老千呢、啊，早点休息吧啊，明天你到公司去啊，就再见不到我了。你这种人太不讲义气了，公司都要垮了，你还有闲工夫去泡妞，你就不能做做好事，非要泡妞不可吗？我让你泡泡、哎，老板，你先不要冲动，我也有东西送给你，什么东西啊？刚才匪徒抢劫的照片，我全都拍下来了，头条新闻，不知道用不用得上。全都拍下来了？嗯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下子来个图文并茂的独家新闻，想不发财都难了。恭喜啊！谢谢谢谢，我专程把你的鱼送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啊！他们乖不乖啊？乖是挺乖的，就是胃口大了。都是让我给惯的嘛。哎，对了，关于房子贷款的事儿，哎，有，早准备好了。哦，好呢，哎，支票啊。哦，这么一来，大家都开心了吗？都靠你帮忙吗？啊，这两个小鬼真皮啊！你们聊聊。哎，何小姐，谢谢。谢谢。真想不到啊，你不但会唱歌，而且能够让这家杂志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起死回生啊。哪里，真是走在时代尖端呢。我都托你的福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带了一份新的合约来，您签一签吧。哦，全签是不是啊？一式三份。是。好，等我签好了以后就交给你啊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何小姐。啊。你知道我在等你的吗？多喝点啊。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的脚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
你什么时候结婚？改变计划了？将来打算干什么？将来是靠自己创造的，是你说的？哎，是。那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我下一步计划是要你请我吃牛杂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怎么样，老板有什么吩咐？哎，坐坐坐，吩咐是不敢当了。哎，公司为了感谢两位能够拔刀相助呢，要分点红利给两位啊，一人5000块啊。如果再这样干下去的话呢，会有更多的红利分给两位的啊。就这么一点啊，太小气了吧？小气是不是？好，我也想大方一点。那么现在我们收回来，把这10000块钱呢放在这个地方，另外干脆我再加10000块钱上去。那么我准备跟两位玩一个那个扑克牌的游戏，双倍的哦啊！我们这副扑克牌摆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一人抽一张，谁的最大就通吃，怎么样？嗯，玩就玩，谁怕谁啊？就算就算。好，哎，那我先抽了啊！哎，嗯，这种下流手法也拿出来献丑？你们两个混小子，我还没骂你们卑鄙呢，你们居然敢骂我下流啊！既然大家都了了，就光明正大的玩一次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戴眼镜干嘛摸牌？是是是，你就干脆一下，准备光明正大跟你们玩的。那我还摆在这，一人抽一张，有什么不光明的？好，我们现在这样说定好了，来，谁要是敢耍诈的话呢，就白干一年，敢不敢？白干就白干了，正站得稳，不怕虎啊！那我先抽了。哎，等等，好，抽。老 K， 不知道这张可不可以压过你哈？吃宵夜去了，拜拜。等一等，我要你们两个现出原形，白干一年。